寂寞流星群一期一会，今晚有我歌莉雅。好啦，今晚一期一会有阿歌莉雅喺度 ，Hello，Hello。今晚呢个感觉好 magic 啊！平时听好多你嘅歌，其实我一直系未接触过你嘅，系啊，反而我哋平时一至五啊，史丹利佢之前有访问过你，我有听过嗰次访问嘅，跟住我嗰次抌心啦，点解啊？史丹利会访问你先啊？咁样，即系有时好奇怪，即系你把声音系好容易去 touch 到好多中意夜晚听歌嘅人，系啊，即系我同佢做开夜晚嘅 music show 嘅时候咧，大家都好中意播你啲歌，由你第一张由嘅 HiFi 碟开始啦。是啊，都好喜意去听你把声。哇，我听到你咁讲，其实我好开心。嗯，因为以前自己写歌咧，我系早晨嘅，我系 Good Morning Glory 嚟噶嘛。第一张 album 而家我变咗 Good Night Glory 啊。系啦，冇错。Good Evening 再后少少可以。系啦，冇错。OK 喎。系啊，喂，其实而家自己你咧，会点样保养你把声噶？反而咧，点样讲咧？其实一路以嚟都冇嘅。啊。但你把声好重要啊。系啦，即系我冇乜点保养佢，但系如果当我知道要唱歌啦，要录音啊嗰啲咧，我会尽量食得清啲咁样咯，即系只系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咧，其实就最紧要啦。系，但其实你全年其实你工作咁多嘅时候，就要教人啦，又要做翻啲和音嘅工作啦，又有自己嘅歌曲啦。系，哇，把声都几攰噶，会唔会咧？我又 OK 喎，好彩我讲嘢嘅声音咧，同唱歌其实有啲分别嘅，讲嘢好卡通嘅，所以就唔使点样啲咩力水都唔使嘅，咁就 easy 啲。但系当唱歌嘅时候咧，就用另外一个呼吸啊、运气啊，即系各样咧就另外一件事啦，咁所以就唔会话伤到把声啊。系，同埋我谂大家中意听到你嘅歌咧，其中一样嘢啦，或者中意你个人咧。而家其实香港乐坛好少有啲系好纯粹嘅歌手，系啊，即系歌手同艺人系两样嘢嚟噶嘛，系啊，即系艺人可能需要兼顾好多拍广告啊、拍电影啊，点样令自己名气再增加啲啊。反而嗱，歌莉雅俾我感觉系好纯粹嘅歌手嚟嘅，佢唱歌好好听，系啦，咁佢好专注，可能一年里面有一张至两张嘅 album， 系啦，即系你又呢件事咧，令大家感觉成日话啊，香港乐坛仲有冇乐坛存在嘅咧？咁样，例如见到可能歌莉雅或者其他一 HiFi 歌手嘅时候，你又仍然会认为啊，乐坛系仲有喺度嘅，专心做歌手都依然系仲生存到嘅，系咪咧？真系，其实系只要够中意系生存到嘅，系啦。咁我会好，我叫做好彩嘅，我觉得，因为我能够用音乐去做我嘅工作，即系even 幕前幕后或者老师，即系点都好都系拉到音乐嘅，即系都系掂到。咁所以我觉得啊，好似无时无刻都好开心喎，咁就 OK 咯。但系其实系难嘅，系难咗好多。其实嗱，头先你开始嘅时候讲啦，由你自己第一张嘅专辑啦，再去到而家 HiFi 碟嘅时期嘅你啦。哇，超过十年嘅时间啦，自己有冇话点样睇翻？无论系自己嘅创作又好，要唱人哋嘅歌又好，你自己喜欢边一样多啲啊？其实我两样都喜欢嘅，因为能够有机会唱到嗰啲咁经典嘅金曲咧，其实系好幸福嘅。系，我都细个都唔会谂到自己有机会可以咁样翻唱，咁呢啲嘅机会我会好珍惜嘅，我会揸住嘅。我反而觉得系冇话啊，会唔会唱人哋嘅歌就冇咁开心啊？净系唱自己歌就开心晒咧？其实又系两回事咯。系，创作自己嘅嘢去制作咧，当然开心嘅。咁但系嗰个满足感同你可以出到 HiFi 碟嗰个满足感咧，两样嘢咯，系啦，但系两件事都系可以一齐发生，同埋都系正面嘅，我觉得。其实唱翻咁多经典嘅旧歌嘅时候咧，嗱，你会点样去 read 翻咁多前辈佢哋自己嘅旧歌咧？有时我播翻啲旧歌嘅时候，你感觉好得意嘅。我记得你上次有张 album 里面翻唱翻《我的亲爱》，系。嗰首歌咧，你同个原曲咧系截然不同嘅两样嘢嚟噶嘛？原曲系好开心咁样嘅，系啦，大家演唱会开心一齐做嗰啲动作啊、剩啊咁样。但系你嘅版本咧好柔情嘅，系。跟住其实你再 deep 真啲，本身首歌嘅歌词其实讲分手噶嘛。
系啊，系啊，即系我发觉原来喺嗰个年代有好几首歌都系咁样嘅情况噶，系啊，即都系，即例如妹姐嘅梦伴都系噶，大家唔知点解每次听嘅时候都好开心噶，耶，一齐起身啦，一齐跳舞啦，咁样成首歌好惨噶，系北风中咩伤心中带着泪咁样噶，好惨情噶，但系成个编曲系好开心嘅，系你再重新去有机会接触翻呢啲咁经典金曲嘅时候，有冇话即系摆一啲自己嘅解读落去，然之后再重新再做过一首歌？当然是一定要添啊，系、嗯、啊，咁系啦，对上嗰只我哋其实就系有少少觉得啊，有好多歌其实你转咗个编曲系另外一样嘢噶，我哋就系想试呢样嘢，对上嗰只，咁所以系系好好玩嘅，系系，即系某程度上可以将一啲本来系人哋嘅经典。重新包装过就成为自己的歌噶啦，可以系系啊，好开心噶。系咯，即系呢件事系好似实验咁样做一个实验，啊，几得意喎！试下试下又得咗啊，咁样。咁但系嚟紧嘅时候，会唔会有啲自己嘅创作可以重新再俾大家认识呢？即系我谂嗱，因为 HiFi 碟咧，又令到多咗好多朋友系认识到歌尼雅嘅声音啦。即系至少我系嘅，系啦，即系算我你喺HiFi 碟之前嗰啲歌咧，我都系喺接触咗你 HiFi 碟之后先再听翻嘅。明白。系啦，咁有冇话谂住？而家起碼叫多咗人認識咗自己啦，再去揾翻啲自己的創作出嚟。我都想噶，係啊，當然想自己嘅作品可以有多啲人聽到啦。其實已經 OK 噶啦，係啦。咁嚟緊都製作當中嘅自己嘅作品嘅歌，咁、嗯、就邀請咗好多好朋友幫手啦。咁就希望聖誕都會有咯。咦，即系年底嘅事咯，好实在喎，成件事系啊，系啦、啊，即系唔系一个梦想嚟嘅啦，系啊，即系到时就会有一张系都系歌尼雅专辑，冇错，完全系自己嘅歌啦，系啦、啊，哦，诶，呢一个对于自己嚟讲系咪都会唔会紧张程度大过去做翻 HiFi 碟重唱人哋嘅歌纯粹？嗯，紧张程度，我谂我要顾及嘅嘢多咗好多咯，系，就系我一定会跟进晒好多嘢嘅进程去到边度啦，然之后会同啲好朋友。夾啦，究竟我想個編曲，我哋呢度要加啲乜嘢啊？即係件事點樣玩啊？點樣去演繹啊？點樣去令到一隻歌可以表達到我要嗰個情感啊？嗰、那個氣氛啊？咁呢啲都係好玩嘅，係其實喺製作當中已經好滿足嘅。喂，透露多少少啊？係喜怒哀樂裏邊一個你係最多啊？會大個咗嘅啦，好多生命里面接触到的 stage 都会有的、啊、因为其实现在听回你第一张碟是很多小清新的东西是啊是啊即这个你可能还在这里但现在就会成长了一些没错多了几分成熟放进去是啊好啊我们现在听着这张 HiFi 碟先前年底的时候期待听完你自己的作品好到时再找你上来聊天的好啊好啊 Thank you Gloria 谢谢 Eric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润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会多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喳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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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
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语。